便秘真的好痛苦，专家铺顺畅妙招。我便秘已经有两三天，忽然有那个感觉，我就冲去厕所，坐了很久，是因为它就在一个上不上下不下的一个位置，卡在哪里？对，我那时候就只好断了它。是断了它。白片、黄金四要素、纤维之外，还有适度的油、适度的水，还有适度的运动，才可以让我们的排便可以变得比较顺畅。今晚11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了。